年关准备来到，为了关怀彰化市特殊建物家庭，大通电子伫春节进前再度发挥爱心，致敬彰化市特殊建物家庭春节慰问金，协助弱势家庭渡过年关。这几年来，大概拄到春节、清明节、五日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大通电子拢伫董事长甲副董事长的支持之下，捐赠关怀慰问金予弱势族群。大通电子更加是赠送予彰化县十个沿海乡镇甲彰化市特殊建物家庭慰问金。是哈，那个在花坛乡哈也建厂也有五十年了，那。本着就是回馈我们的地方还有社会，那对我们的彰化县的贫苦的一些，就是十五个乡镇跟彰化市，那尽一些每年我们在这个过年过节之前，那就是尽我们一点心力，对社会的一些还有地方的一些付出，还有我们董事长王正熙副董谢阿柳他们。都一直还有公司一直就这样做。彰化市公所嘛，感谢大通电子公司展现出成功企业回馈社会爱心。虽然这个寒流来袭哈，天气非常的冷，不过在咱彰化市介绍的门馆就是充满了温暖跟爱心。因为呢，咱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哈，咱大通电子公司哈，咱的这个谢阿柳副董事长每一年呢。在咱的这个过年哈，甲清明、端午、中秋四大节日拢会呢提出的这个企业的善款，来援助在社会边缘户因为呢一般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拢会当受到咱政府的照顾。唯一，干那在社会边缘户因为一寡因素无多得到政府补助，但是因生活非常的困难，所以今仔日特别拨出了135,000元来关心呢。咱这弱势团体，咱对表示上大的建议，希望讲咱这艰苦的这市民，会当过着一个温暖的这个冬天甲过年。彰化市长除了感谢大通电子多年以来回馈社会爱心以外，嘛呼吁其他企业拢会当热心公益，共同为社会弱势族群付出爱心，予大家拢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甲温暖。新彰化新闻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